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系我名人钟表珠宝倾仔。今日同大家介绍翻一款 AP 爱皮皇家橡树离岸型系列腕表，型号系26470SO， 42毫米嘅精钢表壳，搭载爱皮3126-3840自家制计时机芯。动力储存约50小时，22K 玫瑰金摆妥上雕刻咗牌子经典嘅图案。腕表利用反差极大嘅颜色，俾人一种强烈嘅视觉冲击感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住咁多先。如果鍾意我呢一条片，请 like and share 俾身边嘅朋友，再订阅返我哋嘅频道。如果有兴趣嘅朋友，仲可以亲临门市试下表添。多谢晒，下次见。